我们今天要谈的新课题呢，佩欣很好，把那个目录也印在前面。我很重视一篇文章它的怎么样，它的纲目架构。现在各位花个三分钟看看这个目录，我一眼一看，我自己发现我有小疏忽，因为当初写得太快，要交到北京啊，所以呢来不及多写几百个字，而变成了违背我的这个纲目建构方法，里边的就有点不完整。各位看不看出来啊？啊，对了，有小引而没有怎么样？没有小结啊，没有小结。这种问题啊，许多人都犯了毛病。其实呢，这只要加几个什么呀，几百字，把这个说，可见呢，在这个什么呢，晚清以来戏曲剧种的走向啊，在这个晚清的时代和五四运动的时代是怎么样？那么1949年大陆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啊，他们把戏曲当作这个政治这个教化啊，或者政治斗争的工具，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利弊啊，什么样利弊。那台湾因为被从大陆被赶过来，在这里苟延残喘，但是呢就在台湾的发展啊，经济本来台湾只是个流播地啊，而不是一个扎根地，这个什么呢，不是一个扎根再有新生演进的地方啊，那产生什么现象啊，然后呢台湾呢，这个因为受到这个西方的影响，国际这个什么呢，地球村的这种现象，所以现代就在本土在传统里边产生了跨界，而在国际之间产生跨文化。那么跨文化有一种跨文化戏剧，可是也有跨文化戏曲。我们现在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自己应当要如何掌控它的走向？这种走向，事实上我有一篇呢，论述，就是当前戏曲因应之道，就当前我们戏曲如何因应之道啊，类似这样的，把它要义简单的做解啊，这个才算结束。但是当时候因为大部分的资料都佩欣帮我整理了，最后我大概写得太累了，第二天起来啊，上课喝酒去了，就忘记了啊。今天现在看到这个，我一看，哎呦，怎么我都没有有头没尾啊？各位，三部曲结构文章什么的结构都一样，凤头、猪犊、豹尾。凤头就开头要怎么样？像凤的头。凤的头是像老虎还狮子那样头，还是非常的怎么样醒目，对不对啊？给人这个耀眼的，所以开头要简单但是耀眼，吸引你可以进去，叫凤头。猪犊就是说你中间的论述内容
就像猪的肚子里边五脏六腑非常丰富，就是你论述主体的论述要非常丰富，到尾要结尾紧凑有力，紧凑有力，不外乎这样啊。当然你在诸读里边的内涵有它本身的结构方法，比如说你用 ABCD 这样的顺序的推演，层层逼近，这是一种展延式的。还有怎么样 ？AB， 然后呢，或者大 A、小 A、大 B、小 B， 这就是并起式的啊，一正一反，一正一反，并起式的。当然也可以交错式的，交错式的，就在中间呢，你论述的交错式的一定是 A B， 然后 C， 你说到 C 的时候，你说从 A 看起来如何，从 B 看起来如何，所以它折中起来才是正道，类似这个时候 A B C。大 A 大 B 大 C， 接着呢小 A 小 B 小 C， 也是一种论述的方法啊。大概中间呢，除非呢，各位，除非啊，你是一部大书啊，像我最近写的那个大书啊，是这个戏曲剧种演进史考述啊，戏曲剧种演进史的考述，这当然是相当大的论述。所以开头的序论，后边的结论以外，而二十章，那因为它太大，那么二十章里边要不要统序啊？就小系系统啊，大系系统，大系交化后的系统，小系要分这个宫廷小系、民间小系的系统啊，类似这个当然是大型的，普通的呢，大概一个书里边呢，不要少于三个论述，就三章，多的话呢，尽量啊，不必要超过五章六章，就差不多了。这就是各位都知道，学术有时候论述要均衡度，有头，头尾一定要怎么样，呼应照顾，如长山之水，首尾相应，很简单的一些章法，各位抓住了，大体就像个样。我们这一章的论述是晚清以后戏曲剧种之走向，各位简述啊，简述和考述一样，考述一样不一样啊？不一样。考述就是要一种全家考居学的方法，去告诉读者，我这有凭有据，我这些是值得你们信赖的，因为这是古代现代人看不到，对不对？可是晚清以后到现在是怎么样，许多资料我们都活得长一点都经历过的啊，这一些呢往往是建筑于记录事实的呈现，
就不必要经过考述。那叙述啊，走向这个，如果只是晚清以后戏曲剧种之走向，或者之途径，之发展途径啊，那么就叙述性为多。我用简述，又更是什么？因为这个远近代的这百多年来啊，近代东西写的人很多了，没什么问题了，把他们要义什么凑合一下，提纲挈领这样说一说，所以才用简述。因为我全书是戏曲剧种啊演进时之考述，你戏曲剧种要到眼前啊目前才算一个有头有尾啊，从先秦啊到现在。可先秦在先秦那是要花多一点时间，一种原始资料。我和各位说过要运用什么文献资料，还有呢田野的文物资料啊，田野的发掘资料啊，文物是已经出来了，发掘是新发现的，这些要用。那如果呢，现代的，如果你有别有见解，那你就可以运用你的调查资料、访问资料，甚至观赏资料。各位看看，我这里边有第二章，那第二节有没有一提叫1993年天下第一团南方片所见之戏曲剧种现象？这就是什么呀？我亲身去做的一个调查。那么这个调查，它因为是集合中国主体南方的剧种，我呢把他们汇合下来，他们一方面表演给群众看，二方面我付钱给他们演出，给他们录影，给他们访问。所以像这样的东西是只有我，别人会不会有啊？别人就不会有。我常跟各位说过啊，什么叫做学术啊？就弄个我知道你不知道的啊，弄个我有你没有的，弄个我能你不能的，这就突出了啊！千万不能做什么呀？人家有我没有，我还要去拜托啊，分一点给我，你看分一点给你，你还是很寒酸啊！弄一个什么呢？别人能我不能的，那更糟糕啊。所以啊，这个要以己之所长去从事。从事什么呢？你的生活，你的研究。当然之所长还可以带一个什么呀，我喜好的，我很有兴趣的，那更加怎么样，更加感觉愉快啊。各位，我的经验提供你们参考，你们千万不要去做我不喜欢的。各位强调，第一，做我喜欢的，做我有能力能够做好的，就这么简单。这一篇各位可以看出啊，第一呢，就是晚清啊的戏曲改良和武士的戏曲论争。第二就是大陆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啊成立以后啊，他们的细改，还有就在台湾呢，偏于东海一隅啊，经济呢在这里，在台湾的现象，还有就是近年啊，在台湾呢所谓的跨文化戏曲啊，这四个部分。各位都知道啊，如果我们要自吹，那就是我们中华啊文化是博大精深的，但是它呢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啊，一旦呢被西洋的船坚炮利这个打通了以后啊，民族自尊心呢就崩落下来。各位知道一个关键就是南京条约鸦片战争，距离大概现在150几年，这些啊影响非常的大啊，所以啊我们可以说在一种自卑的情况之下，不管是文化、学术、艺术啊，几乎呢都没有信心啊，都没有信心。所以我们的音乐，你看受到西方的这个影响大得不得了，我们的戏曲还好，自己呢因为这个根深蒂厚啊，没有像音乐那么样受到这个洋人的这个影响力那么大，甚至于后来我们的戏曲呀，由于梅兰芳啊这样的人物呢，还使得西方的刮目相看啊。而近年来各位知道中国崛起啊，所以啊整个现象呢就和以前呢不太一样啊。那大抵说来啊，在晚清啊的时候，受到西方的影响啊，反省自己的这个戏曲呢，当然就显得都往坏处看，都往坏处看。尤其呢五四运动，那又是什么德先生、赛先生啊，更把自己的文化面貌几乎都要断绝啊，线装书丢入茅坑啊，戏曲呢是最落伍的，觉得可笑的啊，类似这样。你看我们的戏曲锣鼓点，对不对？多重要！我当年率领布袋戏团、鸽子戏团出国演出，起先呢，我的设计先开始什么都不说，就5分钟的这个锣鼓啊，就开始演起来。你知道那些洋人呢，尤其小孩，个个把耳朵都这样塞着，塞着。然后我们英文第一流的彭静吉教授上台，你们刚才听了如何如何。可是你要知道，这些锣鼓它的妙处在哪里？啊，我们这个舞台有多了不起？我说这个不要太长，10分钟以内啊，示范说明啊，然后角色把这个什么我们的文武场摆在舞台的前边，让洋人都看到我们胡琴、锣鼓点演奏的方式，因为它那个也是一种艺术的呈现和展览，和洋人不一样。反正我有你们没有的，你就要看，
经过简单的解说，然后开始说我们下面要演第一段什么，哇，整个情况都不一样，这洋人就进入了我们偶戏的境界了。他们说，哎呦，中国这个偶戏怎么那么了不起啊，栩栩如生啊，那个木头像那活人一样啊，这是他们做不到的，把他们引进来。因为我太了解，你要让洋人接受你的艺术，第一要向他们，让他们能认识，然后能了解，能了解就能怎么样，能共鸣，能鉴赏，然后就能共鸣，既共鸣就肯定，你就把它文化交流进来了。这几部曲子，你就要根据这个设计去呈现，其实就是当时我们自惭形秽，所以在晚清里边啊，西方的话剧进来，你看这个，在革命的时候，那些革命家啊，都用了木表戏，各位知道木表戏吧？啊，就没有真正的剧本，几个钢影，几个场子，一上台以后，演出，然后就要来一大段唱，然后呢，就是用这个什么呢？像这个竞选，我们台湾的竞选那样的这个发言，激昂慷慨，声泪俱下。你看走火入魔到这样的这个情形，那西方的戏剧进来了，我们受到它的影响了，我们这个京剧南柳结合了这个扬州一带、李下河这一带的徽剧或者梆子戏，变成南派京戏，然后在类似上海这样的都会区起来，产生了一个这个和北京的这个京派艺术不一样的，也在因为上海这样的都会区形成。各位就知道上海有一个什么呀，大舞台，对不对啊？世界大舞台，那个舞台之大，你现在国家剧院上边能够旋转的那个舞台，当时候就有了，在这个上海那时候就有了。所以各位就可知，这个现代化的声光，现代化的这个布景，也都在晚清啊、明初啊开始有了。1949年以前，1942左右，类似中共啊还在延安的那个时代呢，毛泽东啊就很重视这个戏曲的社会功能，所以他就倡导了这个百花齐放啊，然后尤其运用了地方小戏来作为怎么样呢？作为革命宣传的工具，地方小戏来提升民间的这些认知的理念，当然也相当的这个成功啊。那么后来取得政权以后，他们又推动了这个什么两条腿啦，三并举，三并举就是好像是这个这个传统，然后新编历史剧，或者是新编这个现代戏啊，这三并举，而它的戏改啊影响最大，那就是改制、改戏、改人。改制就是对于我们传统的这个剧团里边的一些不合乎时代，甚至于层层相应的一些
落规啊，都要加以这改进啊。比如说，它里边呢，它的这个子弟这个传承的师徒制，师徒相传啊，甚至于什么女生呢，叫什么制啊，养女制还是？一些不合或者是如何分配的这个细菌分配这些制度不合理的他改啊，那改由这个什么呢，国家啊去领导，所以就剧团啊形成都是国力国家的这个剧团。那你像他反正一力，各位要注意，一力必然有一弊。他的利是什么？就是因此有政府的照顾，这样艺术会不会他的地位受肯定呢？受肯定，他也可以正常的发展。可是一个像一个小孩被照顾的太什么的，可能呢，如果品质不好，会更加堕落。我今天呢，在公园里边散步，骗骗自己的所谓成瘾啊，就看到一个以前我们看到一个老爷爷，这位老爷爷个子长得很壮硕，啊，以前都推着这个什么一个小男生，啊，那个男生愣愣的，两个眼睛转来转去，他的爷爷一定拿一把扇子这样。一边推一边上，我说啊，这个天主之情啊，这个慈爱啊，在这里都看到。今天猛然好久不看了，这个小孩会走路了，啊，他牵着他的手，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你要往哪里走啊？你说啊，我们就往哪里走啊？说爷爷呢，要征求这么小的孙子往哪里走？类是这样。好，又看到一个小孩子，啊，阿妈，你给我过来。他阿妈就觉得他不听话，就说：“好，你不听话，我就你自己回去。”他马上阿妈，你给我过来。你类似这样，你看这样的纵容，如果这个发挥出来的话，那这样的孩子呢，就可能啊，会产生。唯我自尊呐，唯我是从，啊，只有个人而没有别人。同样一个剧团，一个剧种被照顾太厉害，所以许多公立剧团在台湾也一样，就变成只坐领薪水，会不会磨砺自己的艺术有竞争性啊？也会没有，所以这个就是它的弊之所在，啊。那改戏呢，就是很重要的，就是他把那些已经失传的剧目挖掘，重新整理，啊，把这个历史剧也这个加以创编，比较有思想内涵，现代戏又能反映现代生活，啊，其中刚才一个制度啊。这个制度里边影响很大的就是道演制度，道演和舞美的制度。各位想一想，我们中国古代有没有什么像现在道演呢？没有，它只是一个什么呢？一个等于现在的排练的一个指挥啊，让大家哎。谁先出来，谁后来要该下台，就这么简单的，所以叫引戏，在宋代叫做引戏，啊，拿这个竹竿子在那边指挥的这种作用。可是现在道演不得了啊，啊，他呢如果不同意编剧家的这个什么的，他就可以这个重新怎么样呢？重新自己来，啊，他不管你的，就像上个礼拜我所说的，
我那个慈禧已珍妃啊，豫剧啊，我有一场，我觉得叫他不能改，就是义和团和八国联军作战，我是来嘲弄那时候的政府，抬着妈祖的神像到美国去巡，去要争取进入联合国，我是嘲弄他们。我的意思就是说，和当年的八国联军抬着无脊老母的神像，拿着大刀和人家的枪炮对干，不是差不多吗？啊，可是我们这个道员呢、啊，他呢是，红卫兵当年训练出身的，他脑子里边呢、啊，义和团就是民主英雄，啊，所以他把我这出戏就不管了，重新这个完全改了。就变民主英雄。我知道什么呢？要演出的 那天下午的记者会，等一下就要演出了。我才看到，怎么是民主英雄呢？我当场就罗云混战，就骂了：“你置我于何地啊？啊，把我这样的学养的人！”写成义和团是民主英雄，如果有人嘲弄我，怎么来辩白？挂名的编辑是我，不是你。你看，道演就可以蛮横到这种程度，这个是常常出现的。所以编剧的地位降低了，尤其演员，你要怎么做身段，你要唱什么腔调，由他指挥。还能成什么流派艺术吗？这演员还能发挥自己的什么多少空间呢、啊？所以从此以后几乎没有流派艺术在线，这就是道演的，一利就有一弊。可是道演员的意思就是要使得我们传统艺术，由于受过训练的这些艺术家来扶持他们，使他更现代化，更加艺术提升。本意是。没有不好的，啊，那改人，改人就是希望演员呢也都要有一种基本的学识，基本的这个什么呢？人格训练，尤其要共产党的那个思想的训练，像这三个影响很大，啊，林鹤宜啊就有一篇，文章我觉得他、啊、分析得很好，所以我在这里边呢也都把它引用了啊。它好处就是传统戏受到挖掘保存啊，新的剧种哎原来消失了又复活了，可一利有一弊，就因为这个什么呢，地方官员为了他的成绩就制造出许多的新剧种，啊，或者把原来很民间的东西，就变成什么样？变成一个往大戏、大戏的艺术，好像突飞猛进一样。各位知道，一种艺术文学是不是一触可及的？是不是可以马上这个什么呢？制造出来的？铸造出来的东西啊，它呢就没有广大群众的基础，更没有那个土地上的气息，更没有文化历史背景的渲染，所以它是无根的，它就不自然了。所以原来经过调查，咱们中国只有89种剧种，一经过这个什么呢？戏改以后，猛然突飞猛进400，好像70几种。你们看，我这里边都有，啊，就人为造出来，所以一利就有一弊。那各位不要说这个什么呢？戏改已经如此利弊相生。
整个13亿的中国人，在江青的文革时代，只看了几出戏啊，样板戏啊，样板戏到底哪几个？有的说5个，有的说7个，有的说8个，有的10几个，我在这里边都有注解啊。好问题，这都是当时中国的艺术精英，在江青隐威之下所塑出来的那个模范式的一种戏曲，啊，它在艺术上绝对有它的意义和价值。可是呢，它要呈现的那一些思想理念呢，各位也不言可喻了啊。它在那样的时代里面，那到近代呢，就开始啊，现代这个戏曲呢的一种现代化，戏曲现代化。那么现代化两岸其实都一样。我这里边所写的啊，因为我没有研究戏曲现代化，也没有研究戏曲这个跨文化，剧场、跨文化戏剧、跨文化戏曲这部分。不过我有两个学生，他们投入这一方面不少，和其他一些我的朋友啊，我都认识的教授，他们所这个研究跨文化戏曲比起来，我两个学生还成就比较高的啊。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由于这个交通的关系、国际村的关系，所以在最复杂的艺术，就戏剧艺术、戏曲艺术，它自然呢在本国里边，不同的剧种开始先跨界。跨界呢，古老的已经有南戏北剧是不同剧种，对不对啊？佩欣也给各位做个讲演，南戏北剧经三化而交融，产生传奇，产生南杂剧，这就是跨界产生的。我们的西皮二黄跨界河流产生京剧，那现在的这个地方戏曲，那些音乐的这跨界，那更是不得了啊！原来的这个乐队，现在加入怎么样？国乐啊，甚至交响乐啊，啊，有的没有，这音乐的这跨界更不得了。本人呢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因为我编了一个《霸王虞姬》，啊，本来某剧团是要演的，后来呢就不演了，不演呢，叫郑荣兴郑校长的这个这客家采茶戏，他说他可以演，我说你要演，我这个是京剧，好，没问题。我忽然脑筋一动，来一个创新和这个跨界的组合啊！因为我们中国这个像两下锅，对不对？就两种，哎，三下锅嘛，我就来三下锅嘛。所以演霸王的就找这个陈林昌，大陆呢极有名的一个净角。那演虞姬的，这什么什么什么艳丽啊？江艳丽是我们这里的客家戏的这个名旦角，还有呢歌子戏，我就找我最喜欢的谁啊，小蜜，让他做化身的我，我化身在里面是什么？乌江亭长，乌江亭长。乌江亭长开头的时候，就出现，后来又出现啊，等于呢，在里边做一个，冷眼旁观的
既串场又评论的，所以三种音乐三种这个，可他同属中国的戏曲啊，中国的戏曲有中国戏曲的美学基础，歌舞乐一样，中国戏曲的这个表演基本原理、虚拟象征、程式都一样，所以它的跨界很自然，反而有丰富性，不同的这个唱腔曲调，反而有它的丰富性。所以像施德义啊，他写文章他就很肯定这一方面啊，但是所谓跨文化戏曲，各位从这个名词来说，是以什么为主体啊？以戏曲还是西方的为主啊？戏曲也就西方的东西，我不过借用来丰富我们，补我们是不足的啊。我们采取希腊悲剧的剧本也好，莎士比亚的剧本也好，把他们的思想理念中国化，然后来提升我们在这个主题思想呢，传统的忠孝节义之外，是不是还有更加醒思我们这个人生啊、社会啊种种值得醒思的地方？而就表演艺术来说，中国的戏曲为主体，所以朱芳沛和陈芳啊，陈芳师大的教授也是我的学生，他们两个人呢，因为也受到我的影响，主体性，中国戏曲的主体性。什么叫主体性？刚才我所说的那些美学的基本原理，还有我们在舞台里边的时空流动转移的自由性，流动自由性是不可以的，还有我们的语言的特殊性，我们语言唱腔的特殊性绝不能受西方美声唱法啊，这才所以里边讲义里边朱芳沛所提出的，我告诉他的四点，这个要坚守的啊。陈芳也从他自己编剧的经验体会出应当应用西方的剧本成为中国戏曲，要注意才不失根本的态度方法啊。当然其他我还介绍我一些朋友啊，他们的意见，不过他我觉得他们都受西方教育影响的，对于呢中国的东西没那么熟啊。那跨文化戏剧就是中国和西方的要融合在一起，当代的一些跨文化剧场的大师也到台湾来，也找魏海敏、王安琪一起合作，结果王安琪向我说他很不舒服啊，而我们一看，那是西方文化的霸凌，他觉得东西文化碰撞，当然以我们西方为主的，可是他应用我们的，结果产生着不伦不类，不伦不类啊，类似这一些啊，就是跨文化戏曲、跨文化文化的分野。我这里边说得清楚。那从这个国民党撤退到台湾以后，经济起先都是什么呀？雇剧团，雇谁啊？雇主谁啊？雇郑秋啊，雇郑秋，当年就是后来他的先生和我们蒋经国总统一起追他的，结果呢，蒋经国失败，他影响台湾的这个，这一句话把它删掉啊，这个
他影响台湾这个经济界很重要，因为他的那个团非常的坚实，名角很多啊，还有什么什么张丽云啊，还有什么最近不是九十几岁还想演戏的叫什么？戴七侠。戴七侠啊，一百岁了啊，他们都在当时都来啊，把大陆的艺术什么也在台湾传播。后来金钟剧团因为呢国民党的这个三军呢、啊、都有康乐队，从康乐队里边啊，因为他们的将官喜欢啊故国的这个艺术，所以呢京剧啊在各剧团陆海空都有，有不止一个，起先不止一个，慢慢的呢就变成陆光陆军的、海光海军的，还有大鹏空军的，还有那个宁陀，就是专门运补的，叫什么宁陀啊，就是哎，就专门管粮食啊，或者是什么给军队，那个叫什么三军以外的另外一个啊，反正里边都有，你们自己看啊。这些呢他们又培养学生啊，培养 小海光、小陆光、小大鹏，所以呢名角就很多啊，使得台湾的经济啊在这么一个海岛里边还相当的兴盛。可是后来这些人呢啊，名角常常一嫁人就到美国去了啊，使很多这个名角就移居美国了，台湾当然也就下落了啊。那时候大陆的这个什么呢，经济相当盛，所以呢借着各种管道就产生所谓大陆热啊，弄录影带。我当时是评审的召集人啊，三军这个什么啊，金像奖的召集人，他们请我去看，我说哦，你们就这样在演戏的，用录影带模仿大陆的录影带，这样的模仿就上台了啊，起码呢我这里边也写了二三十出都还可以看出那种现象，所以就产生了一些可笑的现象，就是我们这演完流到这个香港，香港再传，人家看都笑话。还有一些所谓剧作家，其实是把大陆的剧本怎么样换成剧作家的名字，那改一改，随便改一改就变成自己的剧作，拿现在来说是很严重的怎么样剽窃抄袭啊，在那个时代。这些 都有过的，而我刚才说更重要就是我们刚才已经讲过的这个什么、啊、郭小庄，还有怎么样，还有吴兴国、啊、另外有一位老先生默默的从事教育，你们在这什么 王什么，你们戏曲学院的啊，王敬先呢、啊？哦，王敬先就复兴剧校的创办人啊，不是吧？王正祖。后来王敬先是这个四位四川的校长，哎、王正祖啊，他私人兴学，你看他培养的那个第一代的父之辈的。啊，曹富荣啊，这个什么这一些人，到现在影响都很大啊。那现在呢，你看一脉相传到现在的戏曲学院的京昆剧团啊，这些都是值得敬佩的。大意这样子啊，各位自己看啊。我们下个礼拜、开始来谈。
台湾的这个戏曲，台湾的戏曲环境晚清以来怎么样，那么在台湾保存的，我们在座的温秋菊教授是当今泰斗，南管啊，和这个梨园戏的研究的专家啊，不是我吹牛哦，梨园戏会有今天学术地位，是曾某人开创出来的啊，开创出来，因为我第一个拿这个来肯定梨园戏的历史地位价值，在1980年，我就写了第一篇文章，啊，后来呢，这个1986年，泉州开始有国际南戏学术会议，结论和我说的一样，啊，南管、南音是唐宋大曲的遗响。梨园戏是宋元戏曲的嫡派，这两句话到现在没有改变过，啊，最先说出是我说的，啊，所以这个南管的交流啊，我也尽了相当的这个南管值得讲，别管其实谈别管谈的会更好的是郑荣兴郑校长。他不只是研究，还有这音乐啊各方面，但是把北管拉向这个两岸啊，从西秦腔过来，这一些是我还有我的学生啊，他上过课我指导的啊，刘美珠。那对北管的研究就很彻底，啊，我当然也知道一些，告诉各位，啊，还有鸽子戏，我如何见过鸽子戏的这个什么呢？啊，第一个台湾第一本台湾鸽子戏发展史，啊，也是我写的，把这一些呀，啊，告诉各位，因为呢。活在这一块土地，也总要爱护它一点，也要知道它一点，既然爱护，就应当知道它。